喜剧精神，传递开心能量。怎么可能？待会儿我就死给你看！我不会嫌弃你的。哎，大哥，他们能否经受住喜剧新人们挑战？能否超越前几期嘉宾，带来更大的惊喜？你问那么多干嘛？你就吃。你越开这么吵的，我这家店天天赔钱，我老婆就要跟我闹离婚了。浙江卫视周六晚8:30，开心俱乐部爆笑来袭。本栏目由好营养不掉队的三全儿童水饺独家冠名。Miko 蜜口，本节目由高端的奶茶 Miko 牛乳茶特约播出。